在境外的世上可憎憎的混乱。乱啊 ，man。那么，那我就先开始了。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锭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出口出咒诅，并且说：‘给我听，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愿我儿蒙耶和华赐福。”米迦就把这1100锭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将这银子从我手中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好给我儿子制作一个雕像和一个柱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第四节，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锭银子交给银匠，制作成一个雕像和一个柱像，那像就在米迦的屋内。米迦这人留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叫他一个儿子承接圣职，做他的祭司。那些日子，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嗯，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少年，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子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了。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寄居的地方。他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来到米迦的家。米迦对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是利未人，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我一路走来要找一个可寄居的地方。”阿们。是。阿们。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做我的父和祭司。我每年给你十锭银子、一套衣服和维生的食物。”利未人就跟他去了。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使这利未人承接圣职，这少年人就做他的祭司，住在他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以好处待我，因这利未人做了我的祭司。”阿们。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在为自己寻找地业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按就得着地业。但人从索拉和以斯陶打发全族中的五个勇士去窥探侦察那地，对他们说：“你们去侦察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地，到了米迦的住处，就在那里住宿。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认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就转进去对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谁在这里？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他雇了我做他的祭司。”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第七节，五个人就走了，来到拉邑，见其中的民安然居住，如同西顿人平静安然一样。因为在那地没有人掌权，使他们在什么事上受屈辱。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五个人来到索拉和以石涛，见他们的弟兄，弟兄对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话？”第九节，他们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看过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迟延。”第十节，你们去了是去到安然居住的民那里，那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在那地地上的百物俱全，一无所缺。于是但族中的600人都竖着兵器，从索拉和以石陶起行，上到犹大的基列耶林，在那里安营，因此那地方名叫马哈尼旦，直到今日，那地方就在基列耶林的西边。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地去，来到米迦的住宅，从前去窥探
拉义地的五个人告诉他们的弟兄说，这些住宅里有以伯德和家中的神像，并有雕像和塑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嗯，五个人就转入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利未人的房内问他安。嗯，那600但人都竖着兵器站在门口，程去窥探地的五个人就上去，进到里面，将雕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柱像都拿了去。祭司和竖着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柱像，祭司就对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你们19节，他们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做我们的父和祭司。你做义人家里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支派一家族的祭司好？”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柱像进入那些人中间。他们转身离开，把妇人孩子牲畜财物都安置在前头。22节，他们离米迦的住宅已远，米迦住宅附近的人都被召集来，把但人追上了。他们呼叫但人，但人转过脸来对米迦说：“你召聚这许多人来做什么？”米迦说：“你们将我所制作的神像和祭司都带去了，我还有什么呢？怎么还对我说你做什么呢？”但人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性情凶暴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米迦见他们比自己强，就转身回家去了。但人带着米迦所制作的神像和他的祭司来到拉义，到了平静安然的民那里，就用刀击杀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阿们。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遇别人没有来往，城在靠近伯利河的山谷中，但人就重修那城，住在其中。他们照着他们的始祖以色列所生之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其实那城原先名叫拉义。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像，摩西的孙子哥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制作的雕像也有多少日子。嗯，我们今天我们进入这两章经节，我先给大家开一个头。对这两章，他讲了主要是有这么一个米迦人，米迦这个人名叫米迦，然后还讲到这个但人。然后这两章的背景呢，就是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把这个记在这里，就是他是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描绘了以色列当时的情形。以色列他就是在堕落，然后从这章开始就讲到了有几方面的堕落，是首先是在行政上，然后在敬拜上，并在道德上。那是在行政上呢，就是他们说他们没有王嘛，他们本来是神应该是他们的王，但是他们不以这个，他们就是不在神的这个，他们就是背离神，然后没有行政，没有管理，然后神的帐幕是在示罗，大祭司有乌灵和土明，但是确实没有这个行政管理，然后呢，第十七章和18章重点的是讲的以色列人是在敬拜上这件事情上，然后他是如何是非常的混乱的。然后这里就讲到一个事情，就是
这里有一个人，他是在以法莲山地，他叫米迦。然后他呢，他从他母亲那里偷了1100锭的这个银子，然后但是他归还他母亲了。他母亲就说，他这里说的非常有意思，他是怎么说的？他说，那我们把这个银子可以来献给耶和华，但是呢，他要拿那个银子给他儿子用来做一个像。所以这里是就看到他们是有心，然后也有这个，他们有心去这个敬拜神，但是他们是有掺杂，所以他们住这个像的话，就是有这个把这个偶像就是带进去了，所以他这个是非常多的掺杂的，然后呢，而且他还是米迦，他又做了一个神堂，然后呢，而且制造了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而且自己任命了一个祭司，所以他们有这种知识，但是却是这种掺杂了这种偶像在里面，所以就是把这个敬拜神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这个理解又整个的做了一套，所以这个是神非常不喜悦的，然后后来又讲到了这个18章，这里主要是讲到但支派的这些人，他们在那个分以色列地分的那个地的时候，是其实他们是在南地，在南边那块，然后但是当时那个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占领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在寻找地业居住，然后他们就来到这个米迦地的住宅，然后问这个利未人他在这里做什么，他就说这个米迦雇了他做祭司，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他了，然后这些人呢，后来就是其实他就抢夺了这个米迦，然后把这个他财物还有神像还有这个祭司一切这个都给掳掠了，然后他们就跑到那个北面那个叫拉邑那个地方，那个拉邑他就是后来就在那儿建了一个城嘛，那个城名字其实就是但，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在加利利海的北面，就是很靠北的一个地方了，然后而且这个就是他们后来在那里另立一个敬拜中心，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他们是把那个抢从这个米迦他这里抢的这个神像全是供在他们那里敬拜中心那里，所以就造成了本来是神的帐幕是在示罗的，然后但是这个但他就是另立了一个敬拜中心在这个叫他们去的这个但的这个地方，所以就给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在敬拜神这个事情上的是非常的混乱。对，我就大概把事实讲一下，然后我们请弟兄然后大家都来讲一讲，阿们。Amen。 这两章记的事情到底重不重要，我说有什么是我们需要好好学习的地方呢？大家都可以讲讲啊，就是读了这两章以后有什么想法啊？我是感觉他这里面记了一个人是这种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拜拜偶像，然后自己
任命了一个祭司，但是不是有可能这样的人不止这一个，有很多呀？嗯，好问题啊，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对，他这一段就是描述这四世纪嘛，那一段时间，要有几百年的历史。那四世两个四世之间，他们到底过了什么日子呢？前面我们读都是以四世从四世的角度上去，兴起四世了，四世做了什么事，是吧？然后中间呢？就是一句话带过去了，嗯，直到他们向耶和华带去哀求，嗯，那中间他怎么过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嗯，那这一段跟这个前面不是就说以色列人这个每次誓师，誓师为什么会兴起来？因为以色列人他就去拜偶像，对不对？然后就神就把他交在这个。外邦人的手里啊，然后他们就哀求嘛，嗯，那这里跟前面的这个循环有什么差别呢？就这一段，他跟前面不是以色列人也拜偶像啊，他这边也住这个，他这边也是住像啊，那为什么这一段特别记在这里呢？这一段的特这他跟前面的以色列人拜偶像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他是仿真，他不是说一个凭空的，他是有根据的，他还做了一个那个以佛德，就是很专业，他知道那个需要什么东西，但是看上去很像，但是全是有掺杂的。嗯，阿门。女士敬拜金星。另外我好像看到他有一点不一样，好像他们没有受到苦难，对不对？没有外来，没有外来的那个逼迫，嗯，因为前面好像都有什么都遭遇苦难，然后他们就转向耶和华求救耶和华。这次的话他搞的，他做的一个偶像是他自己，对不对？是那个人他自己，这个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对，那个雕像是谁的？是什么雕像啊？是那个他妈妈，是说，那是对，但是那个雕像是什么？那个是他自己的像吗？是那个米迦的像吗？嗯，还是什么？还是其他的项目？他想象神的像，可能就是不晓得。反正从这里开启了这个后来这个另立敬拜中心嘛。为什么要在但设另设丘坛？就是在开始了嘛。对，就是乱来了，彻底乱来了，有一点宗教的知识在这边乱来了，嗯，乱任命祭司，你做我家的祭司，你是利未人，好，你做我家祭司啊，做个以弗德，我们自己来敬拜吧，嗯嗯，大人看得好，大人也抢走，我也要，嗯，所以这两章所谈的事情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嗯，就前面以色列人拜偶像，他去拜外邦神，这个我们很容易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嗯嗯，但是在这里，他这个他们拜的不是外邦神啊，他拜的是耶和华。嗯哼，阿妹，是的。我们可能读过去啊，我们不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
是太严重的一件事情。嗯哼，今天为什么这个我们今天为什么说这个所谓的基督教乱成这个样子，是从这里开始。嗯哼，阿门。祭司可以用雇的吗？绝对不行。嗯。嗯，这个十八章最后啊，他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制作的雕像也有多少日子。嗯哼，你就看见这个就叫做另设敬拜中心，刚才罗什么也提了一下，对不对？另立敬拜中心，这是一个要命的事情。嗯哼，人本四世纪啊，神的殿或说神的帐幕啊，就在这边提的这一节而已。但他所提的是为着要来这个凸显出这个在但所设立的这一个是何等的这个不对的堕落的一件这个邪恶的一件事情。嗯啊嗯，那个搭档啊，文旅你要讲是吧？就说这个敬拜神呢，你看他外边啊，尽管他是这么。啊，事实上是完全是被不仅是宗教的，是被恶者给利用了。但外边看起来挺好看的，是，嗯，我才讲，你看他还表面看起来还有祭司，他还有神堂一样的呢。他还搞个以佛德这个。代表权柄，表面看好像什么都有，而且呢，人还是很奉献的。他是1100锭银子，对吧？他拿出200锭银子来去打了一个雕像和铸像嘛。你知道这些钱并不少，因为他雇的这个利未人给他做祭司，他答应他一年，他给他多少钱呢？10锭银子，你看。一年才10锭银子啊！是啊，差不多。一年的工资10锭银子，他就很高兴，就在那里了。那他200锭银子去铸了这个像啊，雕像和铸像啊，那就是20年的工资啊，不吃不喝20年的工资啊。你要看外边的话，哇，这个人家里爱神爱的不得了的，奉献呐、啊，嗯嗯。而且他的1100锭银子，那也是他也是说是第三节17章是吧？17章第三节啊，他说是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呀。你从外边看，那这还了得吗？但是没有启示啊，他的敬拜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他是为了真的为了神呢，还是为了他儿子？对呀、啊，这神的话讲很清楚，他说：“但人为自己设立，对吧？”那他妈妈当然也是为着米迦的关系。对。哎，你别说啊，这个事情啊，就 Jeff 说这个是很要命的事情。哎。你说我们爱外边的啊，爱世界，那这是一个情形。我们相对还比较容易从爱世界里边能够拯救出来。很多弟兄姊妹越过世界，确实你就觉得他没有多大吸引。哎，但是这一章所说的
这个敬拜上的混乱呢、啊，我们天然的肉体发热心呢、啊，这些东西啊，真的是可怕。这以色列人，这个造了一只金牛犊的时候，嗯，你看那个神的反应是什么？耶和华反应是什么？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嗯哼，也就是因为这样，才今天本来所有人都要做祭司的，现在变成利未人做祭司。嗯哼，那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他就你读起来就觉得好像他们前面的东西都不知道了。或者他们也许知道，他们就是，或是说听说或怎么样，那他自己就干起来了。是，本来帐幕是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吧，对不对？出埃及记所讲的那一段，完全都是照着神的指示照的嘛。包括做这个祭司袍的这些人，都是巧匠要做的。嗯，这些人就个人看行自己眼中看为正，他就自己就干起来了，自己就做出来了。是，那我们今天这个正好我们今天读经一年一遍读经进度啊，又读到我们前一阵刚读的这个约书亚记二十二章，他们那两个半支派不是这个约书亚说好啊，你们现在你们不错啊，你们就真的是过到这个约旦河西来跟我们一起把美地拿下来，对不对？所以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你们当初你们要的那约旦河东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回去，但回去之前他们盖了一座坛，结果出了什么事情？结果这个另外的这个九个半支派就要打他们，为什么要打他们？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差点就出了事情，就是因为他们另外筑了一座坛。嗯哼，那时候他们话讲得很好听了，所以就这个事情就大家看为美就过去了，对不对？嗯哼，但是你就知道说这个另外筑一座坛是一个要命的事情，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在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想的还是我是一个嘛，十二个支派是一个，所以你另外建一座坛是绝对不行的，你另设一个敬拜中心是不行的。但是在这里的，在这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堕落到一个没有王了，没有神了嘛，他根本不以神为王了，所以他要设就设，无所谓啊。对啊，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反正这个时间，我们都是比较有心追求的弟兄姊妹哦，我们是要真的要好好的在主面前啊，好好的读这两章，主啊，我是不是这样？到底我们是不是真是看见说在神的心意里面，神的心意就是只是在他所选择的地方来敬拜。嗯哼，还是我们可以个人看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可以看自个人可以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嗯，因为从这边起了这个头啊，到今天就是基本上整个基督教系统就是这样。是的。你爱盖个这个教堂就盖个教堂，那在天主教里面当然到处都是像，
哼，然后你爱顾立位人就顾立位，爱顾个牧师就顾个牧师嘛，也还可以，牧师做的不好还可以把他 fire 掉，对不对？嗯哼。这真是对不起了呀，今天的情形在属灵的这一面哈，是就是这个样子，很非常的混乱。这真是主啊给我们一个清晰的意象，因为如果我们没这个意象的话，我们就只看这个个人呢、啊，行正事，你看看都是行正事，他没有说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是挪亚方舟那个时候啊，嗯，现在都是正事，你就看一看哪里的基督徒啊，你看看这些都是弟兄姊妹，你看他们都是一颗好心的，做的事情也都是善事，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呢受迷惑，我们就觉得也是不错嘛，不是啊，甚至比我们更热心呢、啊、奉献更彻底啊，你看这是个大富翁啊，1100锭银子啊，100多年人一个人100多年的工资啊，这就直接就奉献出来了。那你要看这些的话呢，那确实是非常非常好，感动人呢、啊、但是他给我们的意象是要看的，从神的眼中去看，你到底在做了一件什么，是不是有神来自于神的启示，是不是以神为主为王，还是在为了自己在做一个宗教的事情。那这个呢就是没有启示，就是被恶者来就利用了。你说这些人呢都是神的子民呢、啊、这里边这些每一个都是神的子民呢、啊、没有外邦的，刚才讲都是神所爱的，他们好像也有爱神的心呢、啊、也在这做正事了。问题就差在哪里呢，就是没有以神为王啊，没有来自于神的启示，所以是自己眼中看为正。那事实上呢就是被恶者背后呢给利用了。耶稣。为什么有主的恢复啊，事实上并不是说主的恢复啊好像我们传福音就已经比人家强了，我们爱人比人家好更有爱心了，其实都不是。你看李弟兄讲那个我们是什么，他说我们不是什么，但是呢神就缺了一个东西，现有的那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那么多的团体，但是有一个东西是缺的，它不仅是缺的，那种情形是神所恨恶的，所以非得他要恢复不可。不是说我们就是啊主的恢复，乃是神有一个主就有一个恢复，那我们是就是蒙了怜悯，有份于他的恢复，那是主的恢复而已。那我们如果没有恢复的实际呢，那我们也一样啊被抛弃。就是从这里说出来呢，就是人看为好的未必是神呢所看为好的，甚至是神所恨恶的。今天的情形呢就是需要这个眼光，这就为什么需要有恢复，有主的恢复，他一定要兴起这个主的恢复来为他站住啊，能够让他的心意出来。阿们。后来那个耶罗伯安他的那个是跟这个是一个地方吗？对，是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蛋里面。对，
他耶罗波安设立，他就是在那个但嘛，另设敬拜中心。他不光是但，他在波特利吧那边也设了两个嘛，那是在整个的北国，哎，一南一北，嗯。那他呢？原因就是什么？是指哈，目的啊，不是为了敬拜神，他是为了保守他自己的政权嘛。他怕人家都跑到北方的，跑到南方犹大去敬拜，那心不就归向南方了吗？所以他就不让他们到南方去，事实上是为了自己，哪是为了敬拜神呢？嗯，那这边的原则也是一样啊。嗯，嗯，刚才弟兄讲，他说那个时候，像这种在敬拜事上混乱的这种，做法，不止这个米迦一个人，那为什么专专把米迦这个人提出来呢？他是士师吗？一般士师是谁设立的？米迦应该不是士师啊，嗯，他就是这个以法莲善地的一个人，有可能是以法莲这个支派的人，哎，至少是住在那片以法莲那个地上的，嗯，就是一个富二代呗，米迦，嗯嗯嗯。那为什么记他呢？那他是比较典型的，有可能这个情形。大家说一说可以，嗯，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嗯。是不是因为那个但人偷了这个米迦人的像，就是把专门是把他的像放在那个后来的那个敬拜的地方，所以他这个比较重要。嗯，肯定也是有这个联系，没错，把源头给找出来。对，也是有这个联系。而且十八章他那个讲那个但支派的人要为自己寻找地业，哎，他就找到这个以法莲米迦那个地方，好像他那地方还比较有名还是怎么的，然后就去，嗯，他，对，这也是很奇妙，那个但。看一下这个地图哈，我们说的他打仗带去的这个在最北边的，这是设立敬拜中心的最北边的地方，看见我们的鼠标了哈，嗯，那他但分给他的地实际上是在南边的以法莲旁边的，你看这个黄的下边是犹大，其实实际上他的家应该是在这一块，但是他somehow就一直没打下来这一块，这是名义上的是他的，他就是散居在人家以法莲地啊犹大地啊，就是散居在那里，那所以他很容易什么，他往北走啊，到处找的话，这些地方都打下来的话，他也不能去抢他兄弟的地啊，对吧，那他往哪跑呢，是吧，他往北跑，他就很容易经过以法莲，这一块是山，就是这一块是山，哎，山地，其实这一块就戈兰高地了，这一块就往北走的过程中，他就是，这就是当然是神的手了，哎，他经过他，一直往北跑，跑跑跑到跑到这里，哎，就是没人管的一片地，相当于，嗯。
他把他给打下来了，他们把人家都给杀了，把人都给杀了，对，对。这一段读起来啊，你就觉得难以想象以色列人怎么能会是这样呢？我们觉得怎么能是这样呢？刚进了美地，怎么就过了这样的日子呢？哎，你别说呀，哈，这个就是他的在那话那个厉害，就是我们今天也从属灵角度上讲，还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今天的基督教整个的情形，对。就是很多的米家这样的家呀，就是，哎呀，这个利未人，那前面说这个米家待他像自己儿子一样，对不对？对，应该就是我看他这边应该是还蛮 happy 的，对，对啊。好好干个祭司啊！哎，结果但人来了以后，哎，他就这个十八章十九节就说：“你做一个人家里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支派一家族的祭司好呢？”就二十节他就说：“祭司心里喜悦。”哎，就走了。就跳槽了，这个有更好的这个配就跳槽了，是啊，这个等于是说他的事业有成啊，是啊，这个跳槽跳到一家更大的公司去了，是那样的呢，对啊。哎呀，主啊！这里那个十七章的十二节，他说：“米迦使这利未人纯洁圣洁。”对，这个纯洁圣洁是神。在出埃及记是神告诉摩西要来用血杀这个祭司，这个利未人就是亚伦嘛，对，你看这里这个米迦，你看他就当作神了，他就完全是的，所以六节他就说，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嗯哼。到了十二节就说米迦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利未人。是啊。到这个时候好像每一个人都是自己说到算的，是，没有遵守神的话。Amen。刚刚弟兄们说，我们中间的恢复，第一个恢复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台那个弟兄写的话就说。圣经是一切的准则，对，是独一无二的标准，哎，是独一无二的标准，对，在圣经上也是这样子，是，是，无论你是祭司第一个，是君王第一件事就是要以神的话为准则，对，谁做王谁就要抄一本这个立法书，每天都要来读，对对，
你做王做得好不好乃是根据神的话，不是根据你的身份。对，是的，是吧？看样子米迦是利未人哦。这那个十三节他说，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以好处待我，因这利未人做了我的祭司。哦，那个米迦不是因为这个他雇的人是利未人吗？对对对的，利未人也不能做祭司啊。对啊，利未人也不能做祭司。嗯，利未人是那个要看他的出生啊。嗯，所以可见那时候整个祭司的这个体系可能就已经相当的乱了，乱了。但在那个示罗呢还有祭司在那，但是呢已经是堕落的，就像没有一样了。在恢复本注解里面他也讲，其实示罗那个时候还是应该是正式的敬拜中心。对，因为以色列人进美地以后啊，他就把帐幕啊还有约柜啊就设在示罗。嗯，约书亚的最后也是在示罗，对，但是这个他们就是祭司体系已经好像就没用了，那个时候，嗯，人也不去那边去敬拜了，嗯，啊，最后就到老以利了，那个就到撒母耳记就到老以利了。哎，就一鼓作气就到老以利，到老以利的时候连就连约柜都丢了。哎，嗯，因为我看这个利未人可能也是因为祭司体系的堕落，没事可以干了，所以就是得找个寄居的地方。嗯，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嗯。这个四世纪的这两章的内在意义到底在讲什么？可不可以用比较白话的讲一下？嗯，太多的历史哦，听不懂。他这一段呢？我在想他是给我们讲比较内在的原因，为什么是世纪啊，他会出现一次一次的循环呢、啊、这个情形。神的子民应该是认识神的，那为什么要么是敬拜外边的偶像，然后被人家奴役啊，这个要么呢就是这样啊，自己去搞这些乱敬拜的情形。那他就把这个内在的原因其实告诉我们，那时候以色列中呢没有王，神是他们的王，但是他不把神当作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我想这一章就从敬拜这个事情上告诉我们，事实上他们是撇弃神夺他们的王了，这内在最根本的原因。嗯，在生命读经有讲到，就是特别这两章里面，他提到一个点，蛮特别的。他说，在这四世纪里面啊，以色列堕落的时候，在行政上、敬拜上哈、变得混乱了，敬拜上、道德上变混乱了。这样的时候百姓就没有办法得着基督、哦、
没有办法来享受它，这样子。对对，就容易从就是神的中心点岔开了。对，没有办法享受它，这样子。那刚刚弟兄们有讲到，就说基督教的状况啊，是有些混乱，这样子。的确是没有达到那完全的享受力，这样子。对，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就说享受神这样的一件事情，似乎一直也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啊。对，那所以这两章的运用上面，如果说就说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里面，在运用上面有没有一些因为目前我们在主的恢复嘛，对，那我们对基督也有我们的享受嘛，对，所以我想在应用上大家都可以说一点哈，在应用上对我来说，我也是从基督教里面得救的，我经历一些基督教的东西，也看见，也在那待，那待到主的恢复里，事实上这句话呢是蛮深刻的，对我里边的感觉。那这一句话两个面，一个是没有王，再一个呢就是看这个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没有王呢，这个就是没有中心，没有头。那在基督教里边呢，你不能说的好像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事实上呢，你从心里边，那至少我所经历的，我所看到的，他真的是以人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呢，都是从人这个角度上去考虑的，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在主的恢复里呢，那你这个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是不见得 agree 这个东西，但是对我来说，我心里面非常的 appreciate， 就是来到这里，我们真的是以神为中心，我们对神的认识都是在一个过程中哈，就是也不会说是这个认识有多么全面，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还要达到对神儿子完全认识上的意义，还在这个过程中，但是呢，我们的心呢是让神居首位。是以神为中心，我们这个人是反而怎么样啊？我们愿意经过十字架，愿意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放在祭坛上。我们在主的恢复内啊，这你是很少见到什么是和说是高举人呐，好像夸哪个弟兄啊，几乎是没有的。我们是真的高举神的，你说是你就举个例子，外边那些实行上来看，我们这一年七次特会，就是哪一篇谁讲，我们都搞不清楚的，谁都不知道的。等到他放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是这位弟兄讲。那在基督教里边，像我们前面这些弟兄啊，在基督教里边的话，哇，那都是明星啊。你要是别说去搞这些特会训练，就是传个福音都是打着一个某个人的名字，不是神的名字啊，信不信由你啊。我是经历的都是那样的，某某人来传福音了，是因着某某人的缘故人来听福音的。哎呀，你有什么能力啊？哇，那就捧你啊，这个你能讲啊，你能写啊，你会音乐啊，你能够去拉什么关系，哇，这个他们都是很尊重这样的人的。那你想想，这到底是人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神到底想要个什么？所以在主的恢复内啊，你什么样的人来的主的恢复都是 nobody 只有基督的 body of Christ， 真的是这样。那这个呢，当然也不是说这么绝对，我们都是这个过程中，但是你能感觉出来，
主是需要一个这样的恢复，就是啊，以色列中有王，只有独一的一位王，人人尊重这个王，这样呢就不太敢去想看自己啊这个眼中啊这个正的这些事，哎，那我这个就得蒙保守，那这一般人呢，哎，就真的可能能够让神的旨意啊有机会能够出来，哎。对不起，我可能讲的有点稍微有点急，但是确实呢，这个是一个你表面看看不太出来，但你仔细体会一下，这个差别大了。神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另外的话，我就觉得从这个上面讲的这个但人呢，他实际上是把那个。把那个神像啊，还有他那些东西，以弗德啊，这些东西像是财产一样的，是抢夺去的，就是实际上啊，他们这些人的话是在为了祭拜的这个名义，实际上是在实行不法，对不对？那个人的话被拿那个米迦的话，毫无疑问也是以色列人嘛，对不对？但是他们居然呢，可能为要抢夺他的东西的话，连他的命都可能。要取掉，对不对？他不是要追上去吗？他说：“哎，你不要，你要声音小一点呢、啊，免得我们带里面大概有些人性情凶暴的人可能会攻击你啊。”也就这些人的话，与世上的这些强盗啊，我觉得一点区别都没有。他不过是打着一个神的名义，打着祭拜的这个名义啊。是的，说、啊、这个，我读到这一点以后啊，我觉得。这些人真的连可能连那些耶和华当时说他们在这个美地里面要赶走的那些拜其他偶像的人的话，我觉得连他们那些人都不能说比他们好啊，实际上比他们那些人甚至都还要糟糕啊，完全是实行那个是行恶，对不对？完全把别人的东西抢走嘛啊，他们也知道这个是不好的事情的，但是他居然就。凭着人多势众就抢走了，所以说我就从这里看的话，并且他说他那个他们那个到那个抢夺那个地方啊，到西那个地方的话，其中的民安然居住那个地方啊，我不相信他们是受到神的启示去抢夺那个地啊，去拿到那个地啊，是完全为了他们自己的这个私利，所以说他们这些人的话，这一群人的话跟一般的强盗没有区别，我是觉得我看到这个以后，我觉得这是败坏至极了。是阿妹，并且他这个我觉得他说还是看他们眼中行他们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是在我行我们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可能有多么的糟糕都有可能的呀，是啊，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罢了。阿门。时间差不多了，对，我想啊，就是，因为就慢慢的，我们这个小牌预备啊，基本上我们的想法就是因为大家会上来都是比较有心的追求弟兄姊妹，所以。也许啊，我们在这边所交通的有时候比较直接一点，或是有时候可能比较严肃一点哦。我们也不是说明天小牌你要照这样讲，我不是这个意思哦。因为小牌里有时候有许多这个出蒙恩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可能不会讲的那么的这个讲那么重的这么重的话哦。但是呢，我想我们在这个小牌预备的时候啊。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实在是愿意，能够好好的摸到神的心意啊。还就刚才 Jenny 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那个内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盼望我们这个，我们愿意来参加这个小牌预备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实在能够在主面前啊，能够有。这个也许啊，这个待会有点时间，还是可以好好的再把这一段经文再好好读一读。比方说这个没有王，对，个人行眼中
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制作的雕像也有多少日子。像这样的这些经文啊，我好好在主面前再寻求。对，这个神的心意啊，需要有一般人愿意。当然我们都在过程之中嘛，我们也常常都是走岔路、走错路、不绝对，但是我们就盼望神的心意总是能够得着一般人能够愿意来摸着他的心意，然后愿意走在这一条恢复的路上。 Amen。 Amen。 所以求主啊能够怜悯我们。 Amen。 Amen。你的话确实能够向我们说话。Amen。 对，那至于大家小牌的时候啊，也许弟兄姊妹应该照着小牌的情形啊，操练你的灵怎么样的来交通啊，也许不一定是交通的这么的这个、严肃啊。Amen。 Amen。 我们是不是有点祷告？Amen。哎，